饱了就开始干。哦。各位晚上的朋友，大家下午中好啊！我是今天用肚子翻滚素的新加坡汤主罗美丽。今天我在这里要向大家介绍木瓜六味汤。那我准备的素材有青木瓜。木瓜对我们的消化功能很好，尤其是新木瓜，它含有很好丰富的木瓜酵素，所以拿来煮汤对我们的肠胃消化很好。那我今天准备的有淮山、白果、百合、莲子，这个是玉竹，这是芡实，那这是龙眼，这些材料的配合能够帮助我们健脾润肺、健脾补肾、养气汤。所以今天我把这些我准备好的这个砂锅啊，我们用砂锅来煮，那个味道会更好。所以我们准备了这个木瓜啊，你可以把木瓜，我们是切大块的木瓜，因为我们至少要熬上一个小时，那个药材才会出味。那这些药材我们通常在我们的巴萨或者是药材店都可以买到的，也是我们平时煮汤的素材啊。那我们先把木瓜放进这个锅里，通常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适合滤完水去熬煮它。那煮滚了之后呢，我们就放慢火啊，才把这些我已经洗干净了的蔬菜啊，玉竹我们可以润肺啊，帮助我们补气润肺、健脾补肾的芡实，还有莲子帮我们养心安神，都很好的作用。那这六味汤是大家都可以，还有百合也帮我们止渴生津，还有这个淮山，还有我们汤，因为这个是素汤，它我们不放盐，我们就是用龙眼带出它的味道，让它这个汤能够有那个一点甜的口味。平时你们在家里，你要煮成咸的也可以，少放龙眼，放一点盐下去，那它味道就很足够了。这样这个汤我们可以拿到厨房去，开用火去煮它。来，我们到厨房去吧。这样子，我已经放水在这个锅里面了，所以我把食材都放进去。这是一个那个润肺安神健脾的那个汤料，所以平时全家大小都可以吃，都可以喝的。他说是不用放盐，不用放，只要放龙眼是吧？对。别人问你说不用放盐吗？不用，我们什么味道都不放。煮起来很好喝的，待会我煮好一锅，你们可以当场试试看它的味道如何。如果你们要放盐是当成晚餐的汤料，你们就少放一点龙盐，那么加点盐，那么给它的味道又甜又够味道，那是很好的一个汤料、哦、全家人都可以喝。以前我们老家都常常每个礼拜都会煮一次六味汤，那时候当然很久以前我们都是有用其他的材料来熬，现在我们用我加木瓜下去，因为木瓜的木瓜酵素帮助我们消化，肠胃很好，还能消肿的作用，尤其是青木瓜啊，我们本地的青木瓜是很好的。去哪里买？人家问啊，巴萨都通常有的，我们这里巴萨，我们红帽桥大概628的巴萨，什么材料都有，青木瓜，红帽桥，红帽，人家问你说是湿巴萨还是干巴萨？湿巴萨通常是湿巴萨比较有，干巴萨会比较你买，因为水果店呢，你买的是比较生的木瓜的酵素多，当然你要带有一点红，熟的半熟的也可以，只是说我用青的，因为有木瓜酵素，我们取它木瓜酵素，所以那个煮起来汤味很好。一粒多少钱？一粒块多钱而已。你买几粒？
哦，我这是一粒，有大小粒，你看你的家里成员多你就买大粒，成员少了你就买小粒点，你把它切大块的块状放进去，会比较慢慢的熬煮它，都可以吃的，啊，都很好味道，所以我已经有煮好了一锅在外面，我们来看看，待会我们可以试看，我们一起喝这个汤，那你们看你们的感觉怎么样，由你们来评，好吗？来，我的媳妇燕燕，请帮忙拿几个小碗来，我们盛汤给妈妈喝。我们没有，不是现在喝，讲完了就没有了，然后就要讲你为什么吃素。这边，好，来，我们来看看，我今天早上已经煮好了这一锅，我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哦，是煮好的，煮好的，哎，煮好的一锅汤，你看，这个就是有那个全部六味汤在里面。就是有玉竹、芡实、淮山、莲子、百合和龙眼，这些你到巴沙或药材店都可以买到这些素材，因为这是我们平常家里煮汤用的素材，只是我把这六味合在一起放上木瓜，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六味木瓜六味汤。那你可以讲一下你的素食为什么？我觉得饮用这些我们饮用这些素食汤会对身体的什么排泄功能很好。以前我有便秘的现象，现在我喝了这些汤哦，就很顺畅。那我们每个礼拜，有时候我不只熬这些汤，我还会用莲子、百合。熬粥，我们午餐和我先生一起熬粥，吃这些素的，或者是玉竹莲子和百合熬成的粥来吃那个粥品。你为什么会吃素呢？我觉得就是吃素，那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功能很好，很比较身体也比较轻松，人精神也会比较好。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素呢？我这已经有了差不多四五年的时间。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缘开始吃素呢？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是拜佛，另一方面我也是觉得我慢慢的多吃素食，我的身体的健康状况也会比较好。像什么样的状况？以前我常常每个月都会头痛啊，生病感冒。现在我吃的这些都是蔬菜啊、水果啊、素食汤。我的身体状况会比较好一点，比较轻松，人的精神也会比较好。你感受得到哈？是。那高血压、高血糖有吗？我们有三高。我们有三高。怎么会没有？本来就没有。一路来检查都感恩都很好，所以我就是保持这样我的饮食习惯，因为我一路都喜欢吃瓜果蔬菜之类的，所以身材一直都这么好。我就是一直这样的吃法。谢谢大家 收看我这个木瓜六味汤的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吃素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品尝我这个已经煮好的素汤。燕燕啊，给我一个勺子可以吗？一定吧，准备好这边来。燕燕啊，给我一个勺子，那个勺子。